台海不平静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证实，伯克级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19日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航行自由例行性任务。我国国防部也表示，班福特号航经台湾海峡由南向北行驶。 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，而同一天，大陆解放军航空母舰山东号也被发现现身台海中线以西，沿大陆沿海南下，通过金门外海，随后跟着一艘疑似补给舰航行，被美国空军 RC-135 锁定目标。美中两舰罕见在同一天一南一北相向而行，擦肩而过。大陆解放军发声明痛批美国是台海安全风险的制造者。 大陆解放军最近也在南海靶场进行实弹射击，战机锁定海上浮动标靶实施俯冲轰炸，两枚航空炸弹同时被投下，靶标上方浓烟滚滚，腾起巨大的浪花。大陆解放军除了释出海面目标轰炸画面之外，也称耗用的弹药高达数千枚，实弹攻击训练圆满结束。南海军事局势近期相当紧张，美军班福特号13日闯入西沙领海，遭到大陆警告驱离。 如今美中两舰又在同天穿越台湾海峡，恐怕让台海情势更加诡谲多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